今日是3月28日，农历2月19，而祭祀会有出行。今日最旺的生肖是猴，同同事合作愉快，事业可更上一层楼。啱啱攞到大湾区市第的黄宗泽就是属猴啦。近年他主力北上发展，无论是人气或者真银，亦都大丰收。有不少内地 fans 特登去到 Bosco 位于尖沙咀的餐厅，只是为了见偶像一面。其中一个 fans 仲好好彩，竟然在餐厅连环撞见 Bosco 同佢好兄弟吴卓羲。面对 fans 要求合照 ，Bosco 梗系永无托手真，难怪你事业一帆风顺啦。今日的幸运星就是山羊座，精神奕奕，行动力强，面对新挑战都不会怯。陈敏芝就是山羊女，近年鲜有在幕前演出，转型做带货女王。上年曾经同拍档陈豪直播带货，在短短6个钟的直播吸金大约2600万港币，当时的累积观看人数还突破320万，认真威水啊。原来敏芝为了带货还一早苦练普通话做准备，不过观众就喜欢她讲广东话，因为比较有亲切感啊。敏芝咁用心准备，面对新挑战都游刃有余啦。